他叫薛凯，从政法学院毕业后来到了这里，这个让他心驰神往的地方。当然除了这里广阔壮美的风景，更是来找寻他心目中的英雄。依然在这里驻守了39年的罗江义法官，喂妈，阿凯，你人在哪儿嘞？我人一直在市区喽。哎呀，那地方又远又偏僻的，当年还流行那个他们重病，好危险嘛。妈，没得那么严重，现在都好多了。反正你的工作，妈这边都给你联系好了，你赶紧回来。妈，我就先不跟你说了，下次再跟你说。薛凯来到法院报到后，没见到带他的罗江义法官。第二天，薛凯在驱车前往距县城100多公里的色须法庭的途中，碰巧遇见了罗法官。你给我磕头马站了你们，我等到这边。第二年这个交税的过，这边天安交了交税的，等到了中巴要么是得去接财来的，去我们县这个公路通个多东站来的，错过了没能进，我也。他去就是的到那了，哦呀，对吧？那就是牛人要不行嘛，你呢？你去没过我们。到村子里抓一抓。好。哦。陆军同志，什么叫大概？什么叫差不多？法律条文上有这种词吗？你的一个差不多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？你考虑过？我是你。哎，你好，我是徐凯。你好，我是曾启熙。我晓得你。啊。昨天罗师傅总是跟我提到你。师傅没说我坏话吗？没有没有，正相反，他总是给我表扬你。哎，师傅总是在背后才说声好话。哟，这么快就收了啊？怎么样？晚上睡好了吗？就是头有点痛。这里害怕高，多睡几天就好了。嗯。啊，这里休息。今天就这样安排了。嗯嗯。人马的诉状已经提交上来了。我得去马上去了解一些情况，你就不用去了。你把人马的案子的资料和情况详细给徐凯介绍一下，也让我们的高材生实战一下。好。曲西，我仔细看了原告的诉状和证据材料，还是比较简单的。原告的许多诉求无法支持，按照相关法律规定，早就可以结案了嘛，为啥子要拖那么久呢？这个案子如果就按照相关法律规定来判是很简单，但是如果按照更高的目标那就很复杂。更高的目标？嗯，就是主持调解。为啥子非得调解呢？是当事人的诉求吗？那倒不是，是我们的想法。我们？
是龙师傅和我的想法。薛凯，你的反应我十分理解着你，你是站在一个专业的法律角度来评判你，但在这儿所有涉及的纠纷案子都有它的特殊性，就要结合我们当地的实际情况来做工作。就拿这个案子来说，所有的当事人都是亲人，而且还涉及了两代人。话是这样说，但毕竟是法律办案，如果牵涉进过多的人情世故，我总觉得这样不好吧。听了责人曲西所说的办案要考虑结合当地的特殊性等这些话，和薛凯对法律的认识有了不小的差异，这让薛凯一时难以理解。阿爸呢将把那些送着得个阿和罗将也行着，阿妈你出去我送着看我妈在你家个人，那哈么阿达索朗个姑母你阿爸看我了也送着，阿爸个当然也骂他死。从原告卓玛的话中得知，他爸留下的房子一直被借住的堂哥索朗侵占，理由是索朗曾经借给卓玛阿爸的钱一直未还，所以要用房子抵借款。然而索朗的舅舅又借了卓玛阿爸的钱与索朗一起做生意，所以这个钱卓玛阿爸就算到了索朗头上，遭到了索朗及舅舅的反对。当卓玛想借助法律解决时，又得知阿爸阿妈的婚姻因没有登记不合法，导致房产产权模糊的问题，由此产生的三角债让三方一直争执不下。老师，你是晓得我的，我这个人眼里头揉不进沙子的，在是我的我一分都不能少，但不是我的我一分都不得多要。现在我的钱我舅舅的钱都投到生意头去了，两个人都不是很好过，所以这个房子的事情一定要说清楚。